Don't you see? He got it.我们今天到了亚特兰大，然后晚上去看了那个亚优伊库萨玛在 High Museum of Art 的这个比较大的展览。然后就是这个展览我觉得还特别奇葩吧，就是因为这个展览是我所有就是现在来说看的展览里面唯一的第一个必须之前在网上购票的这么一个美术展。然后呢，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火爆的展览。我有一个朋友在纽约，他去SOHO 看这个展览的时候是在室外，然后在暴风雪当中的室外等了6个小时，然后才可以进到美术馆看这个展览，就是非常的夸张。我是提前3个月买的这个票，我当时买票的时候是他第一天，就是 non-member 的，就是网上放票，然后我早上大概9:30起来，然后去排队，结果我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前面已经有，10,000多人在排队，然后我等了将近等到下午3点才轮到我买票，我就买了这个票，所以我就非常期待这个展，就想它到底就是火爆成这个样子，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然后另外一个插曲呢，就是草间弥生，他就是现在是全世界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这么一个亚洲艺术家，然后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还在世的一个女艺术家，她已经90多岁了。然后在中国呢，有很多很多所谓的草间弥生的展览，尤其是突然会出现一些草间弥生和村上龙合办的展览。上个月看了一个新闻，说在武汉还有等城市就是出现的这个展览，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假展览，就是它是一个山寨的，是一些所谓的地产结合一些假的收藏家，然后以草间弥生和村上龙为噱头进行的这么一个展览。它的里面所有展出的作品都不是原作，所有展出的装置艺术的作品也不是艺术家授权的版本，都是山寨出来的。因为亚优伊库萨玛他的作品的风格非常容易被模仿，就是他很明显的那个波点的一个运用的话，然后结合一些镜子的使用是非常容易被模仿的，所以他就产生了就是很多这种山寨的展览。然后日本方面他的这个代理的画廊方面好像已经对这些假展览的主办方进行了这个法律的追究。然后这是后话，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展览真的很夸张，因为很火爆，就全球都超级火爆，超级多人想看。然后我今天看完的感觉呢，确实是这是一个我从未有过的美术馆经历。我觉得它并不是特别好，但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草间弥生的作品，而是我觉得这种过于火爆的展览，它的整个策展的和它运营的形式让我觉得其实是有悖于艺术家的初衷的。怎么说呢，就是它里面这次的展览出现了6个就是草间弥生标志性的无限近视Infinity Mirror Room。 然后所有的近视你必须在外面排队大概在15到25分钟甚至更长不等。然后进去到里面呢，你不是一个人的，你需要和3个人左右的这么陌生人一起进入到这个作品中，然后外面会有工作人员用秒表掐着每个 room 里面只需有20秒，就是你就会被他们请出来。然后还有一些 room 它是不让拍照的。觉得这个作品它的一个氛围的感觉就是让你在这种非常快速的切换当中和长时间的等待当中被消耗掉了。而且我觉得因为每个人都花了很大的精力在排队看这件作品，那么你进去的时候肯定是想拍照，肯定是想留念的，但是20秒钟的时间是完全不够你既
欣赏这个作品又拍照，所以最后你必须做一个取舍，你是要关掉手机好好看这个作品，还是要拍照，失去了真正和这个作品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而且我觉得因为像无限近视的这种360度的全身心浸入式投入的这种装置艺术，我觉得是非常需要一个特别的心境和一定的理解程度之后才可以去完全的感受艺术家的创作。而且我觉得这个展览办的，虽然说它有6个无限近视，而且它有很多关于草间弥生早期的一些作品的阐述，但是并没有很多辅助型的作品与它相配，所以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效应，就是6个近视的前面都排起了长龙，但是他的绘画作品还有一些雕塑作品本身展示的也不是特别多，而且真正好好去看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只是在旁边看，然后以打发排队的时间。像 High Museum 这次，我相信他一定是把草间弥生的这个展览作为他今年度最看重的这么一个展览，也是最精心策划的一次展览，但是我觉得他的有一点过度营销或者是说运营的方式，让我觉得反而让我没有很好的一次体验，而且他之前所有的宣传效果让我会对这次的展览真的抱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期望，而且会有很多关于草间弥生的一种像回顾展的这种学术性的讨论的东西我都没有看到，只是看到了长长的排队的长龙和大家都随时待命的手机和照相机。我觉得有一点可惜，因为草间弥生他的作品和他的个人经历是非常相关的，而他的个人经历和他几个时期的重要作品在这次的策展中并没有被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这次的美术馆体验让我觉得特别像一次去游乐场的感觉，就是在排队坐过山车，然后就是一种体验，但是对于真的这个艺术家有多少了解我不知道，来参加这次美术馆参观的人群中有多少人是知道草间弥生，或者是知道他小时候对于艺术的追求和就是他的父母亲对他艺术追求的打压的这种抵抗的这种困境，包括他就是50年代来到美国的这种探索和勇敢，有多少人是知道他这个背后的故事，包括一些草间弥生越到后期他的一种幻想和一种就是心理上的一些疾病，包括他自己是如何用艺术的创作这个过程来治疗自己的心理疾病和表达自己对一种永恒的爱的追求，就这个方面的内容，我觉得我不知道有多少来参观这些无限近视的人是知道或者是关心的，还是他们只想来拍一张美美的照片然后发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些想法，手上还有无限近视的盖章，特别像去酒吧给你盖个章才能进去喝酒一样。